三焦鱼，嗯，首先，摸摸一下侧面，然后肋骨接续的地方，接续的地方来碰到要诀的地方，有凹进去的地方是第二要诀，还有一个上面，凹进去的地方就是第一要诀，然后旁边里脊，里脊的中间，然后往里面一点点，脊椎方向里面一点点凹进去的地方是三焦鱼。